要嫁人只能嫁给邻居。人家没有没结婚的了。不是芷馨啊，芷馨，你说你嫂子怎么还没回来呀、啊？我哪不是？你怎么老问我呀？是不是又满城采购那个金刚砂牌的手指？不是，他买报纸去了。有奖销售今天开奖，号码登在那百叶报第一版上。哎呦，还真以为能中呢。不是，哎，莹莹，你们上回那有奖募捐你中了吗？没有，我们班只有扣子一人中了。你看看人家孩子这福气，得的什么奖品啊？一块香橡皮。嗨，这不蒙小孩吗？这你以为呢？你以为呢？小凡他们同宿舍那同学叫沈旭佳，花30块钱买了奖券，得一热得快，在学校没吃2天，让人给没收了，倒罚20。哪儿那么好的奖品就让你得着了？哎，说话也不能太绝对吧？啊，怎么不能得着？啊，你们看我不就得着了吗？爸，您不是不买，就是您都不买。这个思想不能僵化啊！既然国家政策允许，必是四化建设需要，我们不支持谁支持啊？而且这不是什么彩票嘛，啊，这叫做有奖福利。哟，听说过，专门蒙你们这些老头老太太。不会吧？哎，傅伯伯，您中那几等奖啊？啊，8等奖。哎，这个奖品不在多少啊，主要是我们老一代人对社会福利事业的一片心意嘛。对对对，得什么奖了？哎，这个奖品嘛不太理想啊，不看也罢。高兴高兴啊！哟，还是金刚砂牌手指。我说您什么？哟，回来了？报纸买了吗？买了。中了吗？没敢瞅。你要能中奖，我把这卷手指我给吃了。来，我给你念念啊。头等奖1名，3居室住房1套。啊！别紧张，要是朝向不好，交通不便，咱还不去。你赶紧着吧，赶紧。你快说。幸运号码是0608250。零中了吗？没有。别泄气啊，还有2等奖，奥运银牌一样光荣啊。这2等奖是夏利轿车1辆。哟，上牌子特别难，考本子就更难。哎，你赶紧的。你说你不要什么，他偏给你。哎，你赶紧的。快说吧，你是号码。号码啊。2等奖这号码是23007632。二三。中了吗？没有。重要的在于参与啊，还有3等奖也非同小可。香港7日游。哟，去香港啊？麻烦了啊，还得现学广东话。你到了香港，像我嫂子这跑丢了，跟香港警察叔叔叮咚，你说不清。赶紧的吧，你快着找不着号。3等奖这号码是7006070，还没中吗？有啊，中了。